十大愿是普接回向。不次，善男子言：“普接回向者，回是回转，向是趋向。普接就是指回向的善根和回向处都是周遍的，即把从理尽到恒顺间的一切善根回向于众生。” 菩提和实际，或者说回智向他，回因向果，回事向理，心本无内外，没有自他的风格，恒时在真如实际中，只因执着自我，才与众生不格而隔；执着种种相，才与实际不格而隔。心实迷乱。 才不证菩提，既有自他的妄执，就应回自向他；有迷乱，就应回因向果；执着相，就应回事向理。修行是为了成菩提、度众生，既是以度众生为目的。 就应把一切善根回向众生。中般若经云，即为一切众生而回向，非仅为自己获得佛果，否则将堕入声闻地之故。就是回向的时候，不是为自己做回向，而是为一切众生。其次，我们所求并非人天乐果。 小乘涅盘，而是无上菩提。因此呢，善根因唯一回向成就菩提。再次，对众生、对菩佛果有提有实质就不契合真如。所以，因回向实际，虽度尽众生，却不着众生相；虽证菩提，却不着菩提相。啊，你要是有一个菩提相呢，就不可能证到菩提。 开悟，你有丝毫的执着，你都不可能开悟的，啊，不可能证悟，因为证悟的时候就是证到我们的本来面目，着一点相都不行，啊，不管你做什么，人不着都不能着，啊，你有一个不着在，你还是有点着，啊，你有执着不着了，你不作也不做，这样才行。中涅盘经云。 须菩提，当以诸法如梦如幻，善根亦以如梦如幻之方式而作回向。回向菩提，回向就是尽未来祭利益众生。普皆回向的作用，以回向能够遣除狭裂障，啊，转成广大善根，啊，善根这个不能狭隘低劣，心性本来广大，执着自我生死事相。 则令所修善根狭小下列，比如只回向得人天善报、福报，善根就狭小了，就有穷尽了。而普皆回向呢，就能破除心量狭窄低劣的障碍，能令善根增长广大无尽。慧海，请问经说，像一滴水融入大海。 直到海水未干之间，这滴水不会干涸；同样，以善根回向无上菩提，在未得菩提果之间，善根不会耗尽。愿王之相，从初礼拜乃至随顺，所有功德皆须回向净法界、虚空界一切众生。 从礼拜至随顺间的所有功德，全部回向进法界、虚空界的一切众生。回向所有功德和回向一切众生，体现了愿王周遍的特征。回向是贤，遍一切处是普，因此是普贤行。我们回向时要做到心量遍一切处，才合愿王之相。 有人想把功德回向一切众生，自己的功德会减少吗？答：不会减少的，一切唯心造。其实呢，没有功德，你的心不执着，这就是功德。你回向的越彻底，所谓的功德就越大。你回向的越彻底，执着越小啊，哎，你的心量就越广大了。功德的大小取决于心量。 啊，能以心回向净法界的众生，当下就心包太虚，以此大回向所积的大大小小的善根，都顿时转为广大无尽的善根。这跟世间法是相反的，所以我们现在还是经常转不过来。啊，修的修的还是用世间的心态、世间的习气来修佛法，啊，用有为的心修无为的法，没有用，是、啊、吧？ 我们现在修行啊，要要知道过去所做的一切都是世间法，啊、呃、的习气。修行呢，就是相反的，啊，我们修的无为法。下面讲的回向发愿都是为利众生，啊，原来是为自己的，是、啊、吧？现在为利众生，众生无量无边，人的心一下就发出去了，啊，啊，就广大无边了，没有一个是为自己的。 其实呢，本来我们的心性呢、啊，这个自己、啊、是不存在啊。那么这个自信呢，本来就变虚空变法界，不需要为它做什么。然后我们的佛性，你还需要为它做什么吗？我们的光明如来藏啊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绝，变虚空变法界啊，不需要为它做什么。要做的就是让它啊呈现出来。你一执着这个光明如来藏，就呈现不出来。所以说，你把你的心。 一回向给众生，那光明如来藏慢慢的就会呈现出来。利益众生呢，正好呢就能显发我们的自性，不是我们的所谓的小我，啊，这是什么？舍小我，以众生为我，才成就大我。这个大我呢，还是有我执啊？这是佛法的讲无我，啊，没有我的，啊，执着大小都不行。啊，执着一个我还有大小的话。 也是不行，也还是有有执着，当然我们先把小我变成大我，大我变成无我，无穷大嘛，无穷大就就无我。法王胜利道歌云：“若欲长久利己者，暂时利他乃窍绝。啊”胜利道歌是对一个刚学的人说的，因为这人都太自私了。刚初学者，就跟他讲：“哦，你要想。” 长久利己的话，你还是利他吧。你有人就为了利己啊，利他这样的都是初学者学的这种道格，还没有开始。这种、就是、这个还是写下世道的人人啊学的东西。嗯，到了中世道、上世道不学这样的道格啊。回向以愿为体醒，回向和发心都是发愿，那、啊、都是一种愿望。做事情之前的发愿叫做发心，做完以后希望和愿望。 我们把修习的功德回向到所悉愿处，你所做的事情结束了以后，你、嗯、你希望这件事情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？你把这个事情做完了以后再发愿，这叫回向，都是所悉愿处，都是发愿。下面的回向文是普贤菩萨教导我们如何发愿行持。愿令众生常得安乐，无诸病苦。 欲行恶法，皆悉不成；所修善业，皆速成就。关闭一切诸恶趣门，开示天涅槃正路。这是回向发愿，令诸众生离苦得乐。众生尽虚空变法界，且是横遍十方，常德是数穷三际。三际就是过去、未来、现在。 愿众生得安乐，无病苦，是同体慈悲。大家都应当这样发愿。这样发愿呢，它是有道理的，就是从理上，我们要有开了智慧以后，你就这样发愿，你就发的心安理得。心性本来是啊，横遍十方，竖穷三界的，说我们自己自私啊执着，把自己的心呢、啊、变小了，变得执着、颠倒、妄想。心呢、啊，它可大可小，也都是这个心的作用。 嗯、呃，其实呢，这是修自他平等心啊，把树道的精神发挥到极致。宽恕的恕，心里面对一切众生都包容，这叫恕。啊，心上面一个如字，如来的如，心中装着如来，就是树道宽恕。如自心也，也就是将心比心。 为众生着想，自己想得到的，也愿众生得到；自己不想要的，也不愿落在众生身上。造恶会受苦，就愿众生在刚想造恶时就不能成功；啊，行善会得乐，就愿众生在刚升起善心时很快就顺利成办。这样待众生着想。 就能对治自私自利的毛病。嗯，我们众生就是自私啊，心量小，这习气哈，这、啊、个、就是、时时都要对治它。无始劫来的串习，啊、嗯，很多人养成这样的心态，就是别人行善不希望他成功，别人造恶呢反而幸灾乐祸。这种恶习串习深了，就障蔽心性，很难去入大解脱境界。现在修回向，愿往。 能、嗯、有效的破除这种狭劣心态的障碍。发了菩提心以后，天天念这十大愿哈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愿，这没有几个人敢举手的啊。十大愿天天念，那那平常做事的时候，你就按照这十大愿去做，不要害怕是吧？不要担心，嗯、呃、嗯、呃，没饭吃是吧？很多人就瞎担心，替师傅也担心。 哎，师傅都不担心，你担心啥？这说明你的心量太小了啊！你太小看佛菩萨了、啊。佛菩萨就这么没本事？还要你担心？这些都是事先，啊，就是为了让你能够精进。哎、啊，怕你骄奢淫逸，啊，怕你单着享乐，哎、啊，怕你不精进。我们修行人嘛，啊，也不能过得太富裕了。全都拿仓库来装的话，到时候我们这没法修了就。 天天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比世界人过得还狭隘。那你修什么呀？本来业障就深重，你看看你们的身体就知道，啊、不是这个病就是那个病。所以说呢，师傅有时候给你们吃的好一点，叫你们多打坐啊，多修行，这個、身体都会好。一个从心上调，心量大了，身体就好的快。多忏悔，营养方面也不要太差，因为打坐也需要精力。这个呢不是贪吃，嗯，是为了调身体。我们社为修行人呢。 现在有什么条件，我们都要很满足就可以了。条件太好了也不一定好，过几年条件就会越来越好。到时候一个人一间，你在里面干什么都不知道，睡懒觉，甚至在那里发习气、打妄想，没事干自己跟自己过不去，自己在那房间里就没事干就钻牛角尖，在房间里自己关起门来造业呀。啊，你过去啊，在我们这个大丛林里面，都是住禅堂。 禅堂是什么地方？禅堂就是两边就是广单。什么叫广单呢？就是睡通铺的。出家人就睡六，就睡在一块。为什么呀？互相监督，就一个挨一个。啊，我们那刚出家在禅堂里打坐，都是睡通铺的，哪里都可以睡觉的。啊，你们现在还不错了，有房间睡啊，可能还嫌不好，还嫌小了，地方不够用。我们那刚出家呢，就在禅凳上休息了，就在禅凳上睡觉。我受戒的时候，我记得特别清楚。 那个几百个人睡睡在一间房里面，楼板上大冬天冷的要命，就睡在一个草席。冬天山上很冷的，接近零度，就一个草席一个被子，下面什么都没有，就是楼板。呃在这个禅堂的上面，禅堂下面呢也睡满了人，下面是禅堂嘛。古代的禅堂是中间隔一个木板，楼板上面就是一个结半间，看看到瓦的。 那就睡在那个楼顶上，低着头，那头都可以顶到瓦了，很矮的。楼下就是打坐的地方。我们收戒的男众，两三百人就就住在一间禅堂里面，可能是四十天吧，也没有冻死啊。那个冬天很冷很冷的。以前，中巴施那坚格西问丹巴香觉尊者说：“你能为我开示一句盖过所有法药的教研吗？”尊者说：“你自己。” 希望这样，其他的众生也希望那样，所以如此修持吧。若诸众生啊、呃，因其积聚诸恶业故，所感一切积众苦果，我皆代受，令彼众生悉得解脱，究竟成就无上菩提啊、呃！我们能替众生解除苦难，愿意去承担布施啦，他承受不了的事情，你替他去分担了。 帮助他，要教育他相信因果，慢慢的他就会感恩。这个行菩萨道呢，叫引导众生。第一个一要向他相信因果，不信因果来的这这忘恩负义的人不要帮，帮了就是害你自己，断自己的慧命，断他的慧命，因为你没帮到他，是吧？你你事实上是让他堕落了，那么对你的成就菩提道一定是一个大的障碍啊！因为众生啊、呃、往好的方向走，你你的你你做的才有意义啊！ 否则的话，你把他往邪道上引了，障碍了你自己的菩提道。所以说，忘恩负义的人，我们还是一一对他不要太客气，心不能软。这个时候要狠，你帮他越多，到时候他做牛做马的时间越长。为什么？他要还嘛，是不是啊？他现在不知道还，以后不就要做做牛做马还吗？所以说，忘恩负义的人不能帮他，就让他现在受苦。然后可能他做牛做马也是要做的，但是呢，做的时间可能短一点。 啊，原来是做准备，可能会做做一万事，现在可能改成做五百事了。我们眼光要长远啊，这种人肯定要做牛马，做可能做五百事啊。但是你要是帮他的话，他可能做一万事他转不了身，还在做牛做马，这完全可能的。嗯、哎，忘恩负义的人不能帮的。我们一定要有智慧，就是说要试探。他说你帮一个人，也要试探他，看他是不是值得你帮他，观察试探。那这个人真的值得你帮然后。 信因果，懂得感恩，可以帮；或者让你白费力气，你还不如自己打坐修行。帮他干嘛？世界上有有的是人要需要我们帮，那、啊、全世界需要我们帮的人太多了，我们帮都帮不过来。那我们为什么不帮那些呢？值得我们帮的人，啊，这才是真正的平等。平等就是，嗯，先帮着进来，因为这末法时代，没有那个风气啊。你什么时候，哎，到正法时代那还可以，恶人都被善人给带好了。 啊，他整个社会风气就好，那就不一样了。那大家，你有个人这这个忘恩负义，大家都会教育他，唾弃他。那他慢慢懂了，大家都信因果，他一个人不信，他会觉得他自己不正常，可能就会想想啊。末法时代就是这样的，这个是慈悲，这不是不慈悲呀、啊，这是大慈悲啊。你把自己修好了就是大慈悲呀、啊，你自己修好了你就可以，就先把这些信徒们有一点善根的人啊救起来。 啊，全世界还是很很多很有善根的人，等待善知识去帮助他们。那我们现在善知识太少，就是你们都好好修啊。这十年、二十年以后，你们都成为大善知识了，奔赴各方度化众生，多好！对你们自己要有这个勇气，啊，敢于承担，就是代众生受苦。这个“代”就是承担的意思。这也是修自他相换，众生的苦自己能够代受，自己的乐奉献给众生。 也没有什么乐，在我们看来不是乐，众生可能觉得乐就给他吧。修法是观想一切众生一切苦难化作黑气随呼吸吸入体内，这样的观想功德极大。这是一种对治自,自私的观修方法，看你的心量了。你心量大也可以这样观，就怕你自己心量太小了，你这么观的是吧？你就像个小瓶子一样吸吸吸进去全是黑气，就完了，你身上全是黑的。 你心量大就没事了，啊，你心量像虚空一样大，吸点黑气进去有什么关系啊？是不是？没关系啊，就像大海一样，倒一瓶墨水进去有没有关系啊？没关系，是不是？倒十瓶也没关系。要是一个脸盆里的水，你倒一瓶墨下去，全黑了，啊，什么也干不了了。嗯，你还是看自己的心呢，心心量有多大？心量太小了，这事干不了。啊，你心量大就可以啊，黑气也不怕。 吸进来就变成黄色的气了，啊，你可以把它转了。修治他相换能逐渐去除我执，啊，这本来就是去除我执的一个好方法。当然，首先要有无我的证件，啊，有无我的证件，修治他相换，嗯，这样的话去我执就快。如果我证件没有的话，我就我他就他，你怎么去换呢？你换不过来呢。你你表面上换，心里没换，还是出不了我执。 所以说还得有智慧，有了无我的正见以后，再修持他相话就可以逐渐去除我执，最终成就佛果。五始皆来，我们以我爱执，只求利己，不顾他人，对众生的苦啊，漠不关心，致使长久轮回生死。啊、呃，发愿代众生苦。 啊，能有效的破除过患之根我爱执，迅速圆满自了。普贤上师演讲中说，这种自他相换菩提心是所有驱入大乘道行人必修的五蹈就近精要。啊，这是说了必修课。既然是必修课，大家就就好好修。哪怕相续中升起一次这样的自他交换的菩提心，也能亲近多生累劫的罪障。 那你还不赶快修？当然是要真实的生起来哈，不是念一下交换文，那文字念一遍，那不行无效啊！你要心里面相续中真实升起一次这样的自他交换的菩提心，也能清净多生累劫的罪障，圆满广大福的智慧、质量，从恶趣邪见出获得解脱。嗯、呃，你要修自他交换的话，破我执很快的啊，自己观想所有众生啊、呃，就变成你了。 你看他像话了。凡夫菩萨不能做到实际带众生苦，但在心里面要做带苦的观想。第一回向经说，菩萨见到众生造恶感受重苦，以此障碍而不见佛，不闻法，不识身。菩萨就想：我应当在恶道中带众生受种种苦，令他们解脱。 或者这样受苦时，更加精勤，不进步，不回避，不退却，毫无疲倦。为什么能如此呢？因为这符合菩萨的悲愿。菩萨的愿力是誓愿合佛一切众生，悉令解脱。菩萨又想：我修行是欲令众生都成佛，我不为自身求解脱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适度一切众生而发菩提心的，不为自己求无上道。 也不为希求五欲及三有种种安乐，才修菩萨心。为什么？因为世间乐无不是苦啊、呃！带众生受苦有多种形式，有些时候带众生呃受坏苦也不错，苦苦让他们多受一点，不光是带苦苦啊，那坏苦也可以带。比如现在修法安人苦行，将来成佛做众生解脱的真上缘。 又比如，见众生遇到大恶业，想到他因此会堕地狱，菩萨以大悲心，宁可自己堕落，来免他的苦，这样杀他来代他受苦；或者想到劫末时众生苦重，发愿变为衣食良药，供众生受用。发了愿以后，你的八十天里面，因为愿力的缘故，会长出衣食良药。 那愿力不可思议啊，啊，因为法界嘛，这个色界啊、呃，也是我们大师田里面的设法啊。如果你这样发愿的话，到了末法时代，众生没东西吃的时候，哎、呃，就可能看到地里面就挖出一些野果来，都是你变的，这样药供众生受用，这都是有可能的。如入行论云：“乃至众生欲尚未疗愈前，愿为医,医药。” 并做看护士，于彼灾荒节，愿成冲击时，为济贫困者；愿成无尽藏，乃至众生疾病没有疗愈之间，愿我做医生，化良药，做病人的护士。灾荒节中，愿做众生冲击的粮食，为救济贫困者，愿成。 取之不尽的宝藏啊，就说有些时候菩萨的这个愿力啊、福报啊，是吧？他就可以救度很多众生。啊，众生因为没福报，饥荒年了没东西吃，但是菩菩萨有福报，他就会感到这个地上就长着出来吃的东西啊，天上掉下地上冒的都有可能救济呃饥荒的嗯、呃、众生，救饥啊功德特别大，救恶鬼啊，给这些众生做布施也是一样。 有些恶鬼福德不够，就是你你做他也吃不到，啊，这能来吃的都是有福报的，特别是跟你有缘啊，然后又有一点福报，在你做施食的时候才能吃到一些。那、哎、很多的恶鬼都吃不到啊，是吧？你想帮他都帮不上，啊，我们能力有些时候也有限，这没办法。末法时代的这个众生的福报太差啊，他感化不到那种大福报的这种菩萨。 感应不到，这就共业的，无法感应。但是偶尔也会感应到一点，所以我们中国就是这样。我们中国这个大地上，经常会感到有菩萨在这里注视。中国这个文明一直不倒，也是这个原因啊。这有菩萨来来到这块大陆上，那个大陆啊，是生产菩萨的地方。其他的大陆不行不行,不行。印度哈、啊，在上个世纪的时候，出一个圣雄甘地。 出这么一个人物就可以拯救整个印度了。没有甘地的话，印度人那也苦了、啊。像他这样的人呢，那也真是菩萨化现。毕竟那是佛陀的故乡，有圣雄甘地这样的人，那么了不起的人呢、啊，他完全是靠自己的行啊，就是啊自己做出来的。所以说，你们要牢牢记住，就是要做出来。我们不要去批评别人啊。那昨天晚上。 那个毋庸商了说几句话，你们这你们下面的人就开始起恶分别念了啊！网上甚至有人开始骂人了，啊！你自己得关别人的过失，啊！你看师傅考你们一下，你们都考糊掉了，吧,吧？很多人就就开始起念头了，天天念不关道有过失啊，那你怎么关了呢？你这不关功德，你关过失了嘛？所以说，我们修行要靠自己做的啊！你自己做到了，你不要去说说那么多。 德雷莎修女，他靠什么？他不是演说家呀、啊，是靠自己做出来的。哪个成功者不是靠自己的是吧？双手、双脚，自己的一点一点做出来的，不是靠跟人家说教。说教是一方面啊，当然了，嘴也不能停啊，浑身上下都得用上啊。呃，你们刚开始修行的，主要是是修。你要去感化众生，现代末法时代，你首先你的行动上感化他别人。 当别人很愿意听你的时候，希望你说他的过失的时候，愿意拜你为师的时候，那你可以说说。那那末法时代人都，都这个慢心都很重，啊，那都不服你的，你说的有什么用呢？那不要说，啊，你自己做。这个开始讲了很无数次了，就是别莫关道有过失，是吧？自己好好去做。 你要做到了，以身作则，是吧？要带头，这特别是你们做执事的啊，这出家人啊，受了菩萨戒的，哎，自己先做到了啊，做的让人家心服口服，让人甚至做的让人家五体投地，嗯，家你到时候不用说教，任何一个宗教的这个这个开创者，是吧？他不是完全是靠说教啊，他主要是靠他的行为啊。你看耶稣，是吧？ 哦，他没有那个德行，他没有那个那个神迹，光说句谁相信你？光、哦、你说两句啊，你们要做好事啊，你们要行善，你们要爱自己、爱他、爱众，反、哎、正有什么用啊？没用的。所以说，你看他的门徒，当他死了以后、复活以后，他的门徒啊，为他献身都心甘情愿的，啊，十一个门徒嘛，本来是十二个门徒，背叛一个，菩萨身边都得有一个这样的人是吧？背叛他的人，啊，然后剩下的十一个。 都为他鞠躬尽瘁了，为他为他的这个圣教，啊、呃，献出生命，都心甘情愿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他自己先做到了，他先献身呢，是吧？他先献身，然后他的十个门徒全部献身，最后为了弘为了弘扬圣教，最后才有基督教啊，否则哪来的基督教啊？是吧？哪来的现在西方的文明啊？两千年了，没有的。所以说，西方人要感谢莲师啊。 啊，没有莲师的话，西方就不可能有什么佛法的。莲师的愿力啊，然后全球最后都能红遍佛法，所以西方的上个世纪初的才开始有一点点佛法，啊，现在西方也很多佛法。